你吃我，你就要中毒。以极限一换一。那他不无敌了吗？那谁也吃不了。每颗心脏都有他自己的记录。援军出击！你两个傻瓜之间的战斗，而你是其中最弱的。我应该知道下一餐是什么时候到来。我们连点燃都用不上，而且不用回家呀。真正的饥饿感是无法被缓解的。先吃个药。有深度的东西。谁来了？梦魇来了。梦魇二级来我就投降，回家了。那他想二级来，我们也没什么办法。先来一个小反甲。流口水，说明在饿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这把对面不是全 AD， 其实我蓄区环境不算很好啊，一般般吧，也就。悲惨，有一股令人愉快的味道。马上升三。我的食谱。先学个一技能来。舔吃飞。我还能回血，先吃个药吧。圣殿在等待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剑姬真敢打呀！他剑姬没有远程技能，他不打他咋整？他只能找我打，而且他兵人多呀。再来，舔，口，飞舔。来吧，越塔打他一波，先打个眼儿。舔一下走了啊。世界就是我的盛宴。
符啊。还好我的炮车收着了。行了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先来个皮孩，再来个小日炎。谢谢波波38422的一个飞机，感谢波波啊，谢谢波波。算了，这 R 就智能施法得了。这个 R 一级的范围太小了。所有造物，生来都是一场碌碌的。干哈呢？为什么敢过来呀？打不了没了吧？我要越塔杀你了！真正的时候，从捡到，捡。你不过是成功的，我要全部都吃掉。先查个眼，看看梦眼来不来啊？梦眼来的话，也可以把梦眼给杀了。先谢谢波波38422的又一个飞机，感谢波波的飞机啊！谢谢。有个兄弟说这也没出狙击装，伤害挺高。那不灭不是伤害吗？不灭，而且被动带那啥的呀，被动魔法攻击呀。每次普通攻击给附带65点魔法伤害，你干啥来了？我是不是得把你给吞过来了啊？推！哦，闪现，口。嗯，你都没掉血，你开大干啥呀？把沙漏给他拆没呀？也行。先走一走啊！一下啊啊！差一身血。咱先来一个双火护手。剑圣打不过梦魇，那梦魇杀8个了，我天哪，他跟我杀人杀的一边多，这梦魇不敢担呐。
所有人都应该淹没在我的庄严之中。怎么回事呢？梦魇怎么乱飞呢？不想杀他，你顶过来呀，这还杀个锤子。你要单杀他呀，好哎，不拿盾牌也能够开盾墙，可能会合口吧。补刀啊，刘哥，刘哥呆了，愣住了。投你，推！我都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卡莎可上来与我叫嚣。先走一走，刘哥，人有点多。给我舔死他！这人也太多了，这玩个屁呀、啊！这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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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五个人，五个人可不行，五个人可干不了。这把我们来智慧默印。队友在干啥？队友在推塔。下路塔不推没了吗？小龙不也打了一个吗？先去打个红的。打完红把火蓝杀了，这把最克我们的就是这个火蓝，知道吧？先把火蓝杀了就没什么问题了。哎，河流之王，别盯着流头啊，算了，推中吧。真正的饥饿感，猜呀，给牛头来个护工。小黄毛本来我能口他的，但是他却跑了，给我杀来。把中路拔了，好拜年呢。没事，他不敢飞我。快回来，刘哥！刘哥，快回来，刘哥！刘哥有点凶猛。看看红有没有啊？有。我拿吧。哇！
烟都这个样子了，那太傻了吧。他不敢上，他上哪敢上去？我的食谱我还有个余震，把它拆了。你别往我这儿走啊，他炸你就炸你呗。这刘头咋这么猛？不行了，我可得走了。溜了溜了。为什么抽了？为什么就非得要抽一下子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回家不行？是不是？是不是不行？要不要回家？唯一的真正罪恶就是克制自己的渴望。先来个破败。这个英雄要推就得快点推，推得越慢越晚，推得越慢我们越拉。就得快点推，快点赢。如果对面是那种全 AD 的阵容，咱还可以试一试，咱可以慢慢玩，要不然就得快推。个人啊，那不错。这家伙，五个人，你看打不过，直接给我们控到死，我都动都动不了。我打一，五个人打一个人。我决定直接用我的舌头给对面基地舔爆，我要去偷塔了，兄弟们，上车，我们去偷。剑圣跟我走来。剑圣跟我。剑圣跟我走。来。上车。真正的嗜好从来不会动摇。哦。来了。